中方对于发展两国两军关系的态度是真诚的，但基本前提是美方必须说到做到，信守承诺，把两国元首共识真正落到实处，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，采取理智务实的对话政策，切实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，与中方一道贯彻好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。双方认为，两军应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，保持沟通渠道畅通，妥处矛盾分歧，加强危机管控，努力保持两军关系总体稳定。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共同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，不偏航、不失速，更不能相撞。